是大客户，咁啊去嗰邊同佢哋溝通下，係啊，坐埋嗰邊啊，你幾時有時間？
幾年話佢付款啦，簽咗幾年，付兩年喎，得咩？哎呀，哦，係咁啦。今日啊，我見到 Jason 啊，咁就跟住啦 ，Ricky 問佢咧，如果佢有冇興趣？咁初初咧，佢可能麻麻地，後屘咧。不如咁啊，你試一試就得唔得？後面咧，佢基本上啊，佢同我咧就如果直接話可以啊，會放棄。但係我問佢離開咗，但係啊唔得啊，咁就今日我就見到最新嘅嘅嘅新聞，但後面咧我就話係車差跌咗一部分嘅嘢嘅，加上 UTS 嗰個發現，因為暫時佢太多不足。初初唔肯，但後屘咧再見咗，佢話可以一齊，咁就所以我都。